三大花样当中的一种神种，这个神种呢叫做车轮跳。这个小女孩呢，她现在是四年级，这个小男孩是五年级。这两位孩子呢，他们是有训练三年左右的时间，平时训练也是非常努力。他们俩呢是2019年的世界冠军和2018年的同时两届啊，都是世界冠军。小小的一根跳伞能够这么大力的去传播，让这么多人喜欢，这是我比较振奋的一件事情。